干嘛？这么大还撒娇啊？嗯？不是撒娇，是一直以来有一句话一直没有好好跟你讲。那、嗯？谢谢你。谢谢你让我在这个家长大，谢谢你站在我面前帮我对抗那边的家人，谢谢你当年的那一碗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傻瓜，不是都说好的吗？我是你的靠山，永远都是。干嘛偷袭我？把我们家少年像一样解决烦恼啊！我哪有什么烦恼啊？整张脸都乌云笼罩了，还说没事？真的没事。只是这几天不能出车卖咖啡，有点闷罢了。既然没事，就别做什么借酒浇愁，早点休息啊。限三万，密码照旧。你拉我指头干嘛、啊？不是，不是我的耶。Sorry， 我担心姐会痛到睡不着。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他们说用枕头垫住胸部还有腿部，可以舒缓椎间盘突出的痛。哦、啊，对了。这礼拜我们轮流睡客厅，这样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立刻帮他。山柔是海星，自我修复能力、再生能力超强，给他太多的关心反而是压力。你说的也是，不过呢，枕头还是给你，八点的时候不要吵醒他。这个任务太难了，还是交给你吧。东东地上那么脏了，洗干净再还我。干净啊？他是你姐，自己垫的。你不是说他也是你姐？你弄错，你自己垫的，你才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帮你们吵醒。帮我机器吧。祸害一千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师傅，你刚刚这样说，你到现在才知道你们师傅是这样的人啊？哎，师傅，真的是很谢谢你哦。到这种时候，嘴巴还这么坏。你确定这个医生真的是权威吗？我警告你，如果我姐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嗯，就是这个味道。什么味？妈妈的味道啊。是我做的。经过这些天，我的味蕾被温馨给修复了，变成我的妈妈味了，怎么办？哇，我太委屈了，我竟然还要做你妈。Sorry。哎，不管谁做的，有家的味道不就好了？哎，对，妍希说得好。一家人嘛，就是要家的味道啊！哇，好久没有这样子一家人的早餐嘞。对呀、啊，一家人呢，就是要先聚在一起，这样你们就更有活力去面对今天的挑战了。